那不过在在这个这个 watch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意见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这 Google 眼镜其实我有一些评论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哈，这个眼镜就好像带了一个监视器一样啊，走到哪里录到哪里，是不是这样的？哦，那不得了，那这就是一个有人说哈，每个戴 Google 眼镜的，就是 Google。在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Google 王国里面的一个人民，你帮他来收集资料，对吧？以前目前要拍街景，要开个车嘛 ，Google 要开车街景，他也许现在不太需要街景，因为太多 Google 的同胞了，戴个眼镜帮他再拍，对不对？到哪里都拍，吃饭也拍，进一些地方也要拍，所以很新鲜，隐私性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什么可以拍，什么不能拍啊？是不是很重要吧？什么拍，什么可以拍，什么可以不拍？你怎么去做一个把关？也许你这样带着顾客这样一走一走啊、走沿路而来的，马上帮你那个顾客，你帮你辨说哪个是你认识的，哪个是什么人证。你心里是什么观念都秀出来，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以前的电影就这样演过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因此呢，在美国有个餐厅我忘记是在哪一个，我记得他是在应该是跟 Google 总部同样的那个城市那家餐厅他就拒绝带这个进来的带这个进来的不欢迎。那甚至网络上还有那个发起反 Google 眼镜的一个活动，还有送衬衫在美国送衬衫就是说你这个破坏眼睛太严重了嘛，你边走边录那还得了，对不对？这个太夸张了，不行所以你说开玩笑，以后要作弊要调一下焦距就马上被录到隔壁同学的很可怕所以就不需要用 LINE 来作弊OK。好，所以这个是蛮被质疑的了蛮被质疑，因为它会录下来很多东西。手表我倒是还没有说很多反对团体出来隐私的这种隐私争取隐私权的隐私的这种团体出来反对也许它会比较顺畅的顺利。好，再来还有云端的防堵系统大家在做在电脑里面逛防堵，我想是常见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要防止骇客入侵，特别现在很多病毒很多恶意程式，那有时候逛防堵软体就跑不太动因为它很耗资源，每次一个新的程式进来就要去扫描说这个程式是不是有毒的，是不是有恶意程式，是不是有僵尸在里面僵尸病毒在里面那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云端服务直接用云上面帮你侦测帮你去扫，帮你去做处理，那是不是会比较好就好像我们的平板那个都不是很强大功能的，你要再跑很多防堵在那边防堵在那边其实都很困难所以如果从云端直接扫描的话会比较恰当所以像这个 Panda 这个服务就提供这样的一个 service。 那我实验室也有一个产品，就是在侦测僵尸电脑僵尸电脑你就要把 DNS 设到我们所做的一个这个扫毒的一个 server， 那你就不用换了你就不用不敢说不用换，但是在僵尸电脑僵尸病毒的这个防范上我们是可以做到透过这个 DNS 的设定这个都是因为有云端有强大的接口能力好，那中华电信也提供了一些虚拟运算的环境
采用虚拟化技术啊，开发全新的云端伺服器的服务，帮客户达到稳定、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啊。那提供很多虚拟化的环境啊，可以在各种作业、不同作业系统啊，你可以乱很多不同作业系统，都是虚拟化啊，虚拟化。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云上面啊，乱一些你想要的作业系统，你不再局限于就是啊，用所谓某一套系啊。那像我的店，不要讲我的电脑就可以，我就换两套系统，啊，一套是用虚拟机器的概念去换 Microsoft， 啊，好，那都可以找到自己制定应用环境，执行自己所需要的提供的服务，啊，省下机房建置、电力备援、规划是伺服器，还有专线资料备援，啊，等等一些成本，啊，那像这个Amazon 的 EC2，Amazon 就是提供云端服务的公司，那它提供云端服务是比较全面性的，特别是针对更庞大的这个需求，好，那 OK， 所以在在端的这一块，大家其实比较熟悉啊，但在云的那一块，大家可能比较没那么比较陌生一点。到底云好在哪里？像你吧，你现在只是存资料啦，这个抓音乐啦，东西放在上面啊，软件放在上面。但是云真正的好处不只有这样子，各位太小看云端服务。你想想看，当我告诉你我可以在云上面建一个机房，你信不信？的确是如此。各位知道 Facebook 没有自己的机房。它的机房全部在云上面，啊，很多提供服务，它根本没有机房，为什么？云上面有一个虚拟的机房。哪天我们学校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用机房，我机房就在云上面，我可以虚拟化出这个主机、网路线，我要多少频宽，我家防火墙。各种各样的 server 全部都看不到实体，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都没有实体，但是它实际上是提供同等能力的服务，所以虚拟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上云了，全部是云公司来处理，我不用再花部件的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大家比较没有去思考到的。好，那所以为什么这句话解说省下机房部件的成本？简单的一句话，事实上它包含了千言万啊，这是机房都可以建的，机房都可以让云在云上面建，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好，那各位知道机房的建制多复杂吗？像老师有一次参加高雄县政府要布建机房的一个调案，当委员去审查，那个机房啊，不含电啊，就是光这个基础建设就要2000万。这2000万怎么来的呢？消防、电力、空调，还有柴油发电机啊。为什么不能断电嘛？不是吗？各位有经历过我们学校断电、柴油发电机启动的那种时期吗？有吗？哦，这个柴油发电机启动很吵，而且这个污染很严重，对不对？哈，但是你不得不布，那柴油发电机很贵哦，那个一大台，因为要供应整个机房的一个电力，所以才要那么多2000万的成本。我们学校机房大概也要1-2千万，光基础建设哦。温度空调，你哪边你的温度还好吗？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才保险，就不要有些地方太热，结果 server 就挂掉了。要考虑这个回风啊，怎么样传递啊？哇，那个太复杂。还有消防设备，消防设备不能说是什么泡沫的什么东西，那弄下去整个机房就毁掉了。你看那种什么，不会影响硬体设备的那种消防，氩气我都听过。氩气，那个是高档的啊，的化工设备，而且要定期更换，定期做维修，各位，每年的维修费、维护费几百万，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呢，我把机房就交给云公司帮我做，请问你还要去管消防吗？你还要管太阳光电机吗？你还要管硬体的老化吗？你还要管每年的维护费吗？我有那些硬体的维护费吗？不用。有没有吸引力？有吸引力吧。所以各位以后要开公司哦，不一定要有机，他那个资讯 Google 不一定要有机房，好的，有云就好。而且呢，你也可以只租一点点时间就好。比方说，我还要负担，我每天我自己就处理十分钟，那你就租十分钟就好了嘛，对不对？十分钟要多少钱？大家都负担得起。所以各位都有权利，也有能力，可以在瞬间拥有超级电脑的计算量，而且你不需要这一台实体的超级电脑，就是云，你只要把你的订单开好，我要一个 server。CPU 是多快的，机体多大的，空间是多大的，我只租十秒 OK， 不要去规划好就给你，你十秒解决掉了钱不管，你就不再管啊。而且这十秒是你可以运用到最强大的计算能力，所以它改变了很多生态，很多创业者的生态。它不需要一个资讯服务创业者不需要再去花很多钱去建什么机房，你买 server 不用，他只需要在云端上面租用刚好符合他需求的这个虚拟化设备这就是云这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好处那我们待会时间这一场差不多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继续吧。